不送。你要不去跟家里认个错，到底多宝贝你啊。师兄，我先回去了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嗯。哎，看看，这钱不错吧？你们在看什么呢？挑一个黄道吉日，你妈的猪蹄店要开张了。那这周六就是个黄道吉日。我看看。易安葬破土。瞎闹什么呀？安葬啊！瞎扯。没看见爸妈在忙着吗？去，一天到晚就这种事儿，连女儿生日都不记得，就算成了猪蹄大王又能怎么样？李山一，我和江志的孩子还能保得住吗？你呢，需要天山雪莲炖制七七四十九天，东海麒麟的心头血一滴，才能保得你们母子平安呢。为什么听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啊？你这个人能不能记住一下角色？我饿了，我要吃生日蛋糕。知道了知道了，你过生日这件事儿呢，你已经明示暗示我几百回了。姐姐我呢早就想好了，你呢？过生日那天正好是春春要来开演唱会，我带你一起去看。那个，生日那天，我想和江晨一起。你这个人吧，重色轻友这件事儿吧，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干了。算了，我看新闻了，曼联要来杭州踢友谊赛，我想和江晨一起去看。你不会要给他买票吧？啊，不是，你是不知道那票有多贵，你得卖什么心肝肾脾什么五福六脏的呀，而且是你过生日又不是他。江晨是曼联球迷，曼联几年能来一次杭州啊？跟谁过生日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对了，上次那个纸条抽到谁的了？我猜是陆阳的吧，反正字儿写特丑。你猜我抽到谁的了？江晨的。小西要过生日了，你不表示表示？哎，我知道，你每天都暗示我，那他怎么不提醒我呀？哼，可能是怕你土大款，一不留神给他买游轮吧。那你准备礼物了吗？小孩准备什么礼物？再说了，这不有郭松的吗？用不着咱们俩，是不是兄弟的？那，这是我这个星期的零花钱，我们一起帮助陈小希，他最近看上曼联，想买张票。可以啊，我跟你说，我有朋友能搞到票。不过，他怎么突然就喜欢上曼联了？帅哥多呗。哦。哎，吴伯松，你跟你爸到底怎么样了？没事儿。你都被赶出家门了，还没事儿啊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这校园一枝花呀，人称大喇叭。别闹，我去接个水啊。嗯，那你今天晚上住哪？哎，要不住我们家吧？我妈这两天出差。我去我奶奶家住。啊？算了。乖。干嘛？你上次抽到谁的纸条？灵性小的。那我真的抽到他的？你有病吧？你跟他自言自语什么呢？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我现在都有点想哭。母亲，作者洛夫。啊，母亲，您的伟大
凝结了我的血肉，您的伟大塑造了我的灵魂，您的一生是爱的航行。啊，母亲！哎呀呀呀呀呀！你想干什么呀？哎。